欢迎大家来面试，谁先来？好，我先来。我们公司要求很高，你能胜任吗？你随便考我。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挺大的了。我先见山东宫山川。先见山？对啊。猫猫哥入荒凉了吗？那刀子你都吃得下去？这才是抗压能力。但你那么爱追剧，是不是很少跟人社交啊？上至80岁的老人，下至3岁的小孩，没有我不能聊天的。这是我节选的上半年聊天记录。话题。不是我说，人际关系网会不会太窄？这是我摒弃其好友助力提现成功的结果。哇，这里得有几万人帮你了吧？哇，但认识人多就不代表你有团队意识哦。哦，我是走读生。然后呢？当年我上学，每天背2个登山包，请假一天，全班挨了。哦，那会不会落在谁的早餐呢？你在质疑我的细心？具体有多细？《甄嬛传》看过吗？看过啊，怎么了？在63集25分46秒，他们滴水认亲的时候用的是某夫山泉，而第48集甄嬛穿的那个尼姑服是 Emma。哇，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的沟通能力。这么说吧，上学时期我做的是讲台雅座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当着老师的面把左右后面的同学扬上大专。你没那个吗？意料之中。请问我坐哪里啊？坐隔壁公司。啊，就系咁啦。喂，我还有一个，谁招这个搅屎棍进来的？